到了冬天不运动怎么行？本周跟着 TF 少年购一起去军训吧。先做自我介绍，我就是本次军训的班长王俊凯，鼓掌。我是本次军训的副班长王源，鼓掌。我是本次军训的副班长易烊千玺，鼓掌。在军训中让大家最难忘的经历会是什么呢？难道你们军训就只有苦和累吗？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军训是为了保卫国家吗？好。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军训是为了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吗？好。妹妹你坐船头。罗天星，为什么你不唱？军旅电视剧到了 TF 军训班手里又会变成什么样？军人好像有点耐不住寂寞。对，我相信下面肯定不止一个狙击手在瞄准我，他们全都是。请你让他们放下武器，不然我就可保不住你们的女人了。啊！我就是一个人，换你们那么多日本人，杀！开炮！军训又怎么能少了我们的军训项目？当然更不能错过我们的男生学院自习室。逝去天宇温的马思远变得郁郁寡欢，自习室再次发生激烈冲突。反正都放学回家随便怎么学。说你烦不烦啊？我烦就行了吧。不想理你。不算，那语文被迫转学的直接原因也是你吧？不管他装鬼的目的是什么，被男神当众拆穿，换了其他人怎么想，可能早就粉转黑了吧。所以马思远，你徐允浩这俩肯定知道些什么，你就从他们俩下手。自习室再遇天宇文，世界愈发扑朔迷离。学你男神学的一模一样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一起闯祸一起设法的兄弟啊？可是马思远真的很在乎你。这都多久的事了，还提他干嘛？我走了。军训时间，大家也不要忘了继续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 TF 家族官方 QQ 空间，关注 TF 少年购第一时间动态哦。本周五晚8点，和你不见不散。